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人。哈哈，我们今天是那个阿普利亚的赛道日，然后呢，我们被得到一个机会，就是可以试骑最新的 RSV4 1100 RS660 公司货的版本，还有比较少见的那个什么 Tuno 660，就是 RS660 的街车版，这些车都很新，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乱骑一下看看，尤其就是在大力堡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我们就先来去骑 RSV4 1100吧。好。骑完了耶、yeah ！所以这车你没有骑对不对？我觉得我蛮可惜的，没骑到啊。就只有我骑到双啦。直接先说他在大力堡的单圈好了，157.1，对，1分57秒.1。我觉得啊，用这种第一节，而且他的配胎是那个什么 S 大闪 SP， 我觉得这个成绩还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嘛。尤其他的直线尾数 GPS 打出来高达233。身体的感觉非常快，今天这台车我大概骑了4圈5圈吧就不行了，就又再度发作那个公升级的病，真的是超累的，超虐心的。原厂的刹车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很可以啊，至少230级的时候我进一号弯没有很戏剧性，它在直路减速的时候，我觉得啊，一来可能前叉的设定偏软，二来就是大闪 SP 它的正中间的胶料可能没有一般的我们用习惯的那个 performance slick 那种
竞赛用光头胎抓地力那么好，所以他在最后刹车的那一下是有一点点奇怪的晃动跟横移，不过我觉得他终究还是进弯了，你也不能说他不行。今天我有特别把刹车点拖到大概剩下200排的时候，几乎就是过了200排才会有刹车。我们的阿纯教练苦口婆心，对不对？任重道远的各种嘱咐，你这么胖，刹车这么没有效率，请你认真的看牌子再刹车好吗？所以经过这一番努力的操作之后，对，有啦，就是V4 那时候比较早回油刹车，都还有230几，他今天是拖到200排之后，所以有230几，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可是你也不能这样讲啊，他的出弯今天23弯出弯就让我没有那么有信心嘛，就是有比较保守的，等他回正之后再全开，他还是一样可以拖到那个速度，我觉得，我们的咕咕宝宝，承蒙你的照顾，我们每次都有欢乐的赛道日可以骑耶！ Yeah, 请大家爱用咕咕赛道日，无情业配又配好了。老板，那个等一下发票寄哪边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我觉得啊，因为刚刚你先问了我一些问题嘛，比较数据性的问题，大概你可以理解吧？我觉得它的动力是真的真的非常有感的大、啊，而且。它带来给我的感觉就是23弯立直之后全油门，对不对？我确定我转不到底，就是觉得它后面还有一点点，可是因为那个加速的G值已经大到就是我所有的关节都被它锁定了，我光是要拉住它就已经用尽吃奶的力气把自己拖在车上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有最后一小段油门没有扭开，可是我已经扭不动了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再扭下去一定还有一些些可以挤。然后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个车原厂给我们媒体的试乘车是挂着欧规电脑的，那实际领牌上路的是台规电脑，马力的确是有阉割，可是他们也有提供就是 Racing ECU 给大家，就是事后去做更换，把马力全部交出来之类的。那我们今天骑到媒体试乘车是挂着欧规电脑的，那个也是210几匹输出的版本，跟 Racing ECU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不过重点就是它有210几匹，听说轮下拉出来190几啊。有一个兄弟在这边240，谁？三倍啊！真的？那个是周小杰骑的吧？对，他比较瘦啊。这个年代出门没有带着200匹，我觉得就是。对车手的体能什么的要求也非常的高，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不行了。我大概是真骑5圈，即便它的轮胎，因为预设心理就是它是比较街道用的嘛，没有那么激烈的去 push 它的弯速什么的，就是吹吹直线啊，然后刹个车这样。原厂的那个 Orlins 的什么 Smart EC 2.0 之类的那个。会依据及时的使用状况，他自己会做一些阻尼的调整来对应你现在超驾的状态。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稳定的感觉啦，就也这几圈的时间而已。我觉得车手本身的体能跟操作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影响。不过讲起来，就是阿纯觉得，如果你今天再调一调的话，有机会也是153之类的。我只是觉得比较可惜啦，就是今天的活动我们都只有一节可以试。对啊，就是一个车就给我们一节的时间。对，就时间就是比较没有。对，只有4组，其实一节有20几分钟，哎，我觉得已经很够。但我觉得那不是时间的问题啊，而是你上去，你都骑20分钟。其实你的车感是被延续在那边的，你没办法下来重新思考，对，上去重新再上去第二次，然后调一下胎压，调一下悬吊啊，然后你有什么东西？那我是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，没办法更细节的去一窥它的，哎，它有什么更多的长进这样子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的好朋友好像有买一台。我们到时候再把它借来就好。我真的觉得 RSV4 这次的改款，整个就是我觉得进步的幅度是非常有感的，动力的部分真的非常的精的。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算是问题吧，我觉得它的坐垫太长了，你全油门下去，它后面没办法帮你拖住。以前好像要短一点，现在越来越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可能是要给很高的人骑的。好歹我也是这个 A 牌，这个 A 牌曾经的苦主，不是、啊，你刚刚说苦主吗？曾经的车主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过弯性能，这大家对于工升级跑车应该比较好奇一点。我是觉得几乎啦，可能有点像600cc 的吧。真的？对啊，我觉得它
青岛速度非常快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是 factory 吗？对啊，前后是断框，前后已经是配断框了，而且它的断框很轻，它断框比 OZ 的最低阶还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它 OEM 的就比 OZ 轻的。Olin 十悬吊就不用说嘛，我觉得它有一基本的性能一定是非常够大，但就欠调整啊。对，它只差是一些很细微的调整。而且我觉得我今天骑的时候就一直有个感想，它很像那种把自己定位在赛车的那种车啊，车架刚性也是非常的高，对车手体能的要求也蛮多的，就是它很多反应都是非常直接的，就是这个车啊保证很快。但是我真的觉得骑起来很累，它有几个地方让我觉得心累的地方。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的油箱是偏短的，仍然就是有那种试售车的影子，你会希望它再更长一点，跟臭小子一样，就是刹车不大容易支撑。你有发现它这一代的这个油箱做的比较糊一点吗？因为之前那一代的油箱这边很勾啊，以前的很勾，而且比较短，对，比较对啊。就是你虽然觉得它整个机械性能，那个油门反应、刹车悬吊的这些回馈，是很场地化的，就是很像赛车的感觉。但是像油箱短啊，然后坐垫长啊，这又觉得有点像道路车。所以你又要这样，又要这样。对，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这么激烈骑的时候，它油箱其实是应该要多一块，然后 L 型的。就是对于下半身的支撑性会比较好哦，油箱上面又扁扁的，你可以很大幅度的移动你的上半身。然后要闲的话，就是它的脚踏，我觉得原厂脚踏太低了，我腿太短，弯中就是不好进退档。说到进退档，它的原厂快排，我觉得用到现在也算是数一数二顺的，进档真的很快，然后退档非常的明确，它的那个什么自动补油功能超精准的。对啊，骑这个车你在直路底重刹进弯，然后开始踩档杆，砰砰，是非常享受，觉得自己非常的会骑车。只是那个减速G值又让你想起自己是肥宅的事实。再来就是我一定要讲一下，我觉得 Aprilia 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它在比较小油门开度的情况之下是很敏感的。你会觉得，而且它很轻巧，就是动起来阻力非常的低，所以有时候你只是变换个姿势或者是重个扑拉，会动到油门。可是偏偏它在这种小开度的情况下，它又很敏感，所以车会唰一下唰一下，它就是会你稍微动到一下油门，它就扯你一下。真的在你油门全开，可能超过80%的时候，你会很希望自动帮你把后面那20%全部开起来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。可能到时候换个 Racing ECU 可以写过或调整吧，反正它都电子油门的，你可以把那个油门的响应度做一些调整，会比较好骑。反正就是一台名正言顺的公升级防晒，而且其实也不贵啊，90多万。对，这是最后要跟大家说的，我觉得它 CP 值超高，有配这个前叉的所有车种里面，好，也没几台，这一台应该是最便宜的。我们的好朋友就立马去订了一台，我问他说你认真想要骑 Aprilia 吗？他就说 CP 值超高啊，你没办法用这个预算买到这么多的东西，他甚至标配断框给你，而且还有我最喜欢的银色车架跟摇臂，我觉得看起来就很舒服，就是一个好好的工厂赛车，跟 MotoGP 一样的那种样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牌子的车都喜欢把自己的车架弄成黑色的。像那个 Triple R， 我们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要买回来，就是因为黑色车架。对，那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了。不过物以稀为贵嘛，这年头现在银色的真的很少啊，可能只剩下它了啊。看到现在的话，我觉得每次骑公升级跑车，心理压力都好大。对啊，骑一个太慢又被人家问说你那个车是不快是不是？没有，那车超快，所以你会想要好好的表现出来给大家看。可是又不是自己的车，然后又不是习惯的轮胎，就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啊。不过好好靠车墙的奥义，今天又再次验证了一次，转弯就慢慢转过去就好了，然后爆杆追直线耶、yeah ，有啦，还是比 V4 S 慢一点哦。V4 S 那个真的是，我知道轮胎啊。
对啊 ，Vivo S 那个时候有配大闪。可是刚阿纯也有说两边的交料一样啊。对啊，可是正中间交料不一样，就直接关系到加速的效率跟刹车啊。刚刚忘记呛他了，干嘛？他不在啊。本来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这年头忽然变得很重要，就是它的噪音。原厂排气管今天验出来好像九十几而已，六千转，两百多匹的车九十几分贝哦，你可以很开心的去骑赛车场，就这样啦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车的电控非常的丰富，可是我觉得电控这件事情，今天这样试下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它比杜卡迪那些还是便宜一些些啊。杜卡迪是有什么预判的功能什么有的没的嘛？我便宜六十万嘞。对啊。然后它不会让你发现电控在作动，对。可是今天这个 Aprilia RS Vivo 还是会哦。你只要电控开到四啊五以上，六七八，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，你有倾角的时候，即便你全油门，车子是不会理你的。哦。我是觉得这听起来就有点不是那么理想。你好歹等我真的打滑了，你再救我吧。嗯。而不是直接就不给我用了啊，这样骑起来的乐趣会少很多。不过。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因为像我骑的时候，我就把电控关到只剩下三，对吧？它还是一样可以这样啊啊啊的出弯啊，就是后轮会这样扭啊扭的。你看啊，这个人现在一直在嘲讽那个 RS Vivo 的定风翼。你这样讲不对。怎样怎样？哪里不对，老板？我没有在嘲讽他，我只在冒犯他。国学造诣真的是非常深诶，不愧是我们。机车 YouTuber 界的前辈，我觉得你是不是念了很多书啊？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成语词典之类的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漫画 ？A 漫吗？不是啊，那《三国演义》的啦。有点文化素养好不好？我被发现了，我就没有念书了。怎样？你今天就不骑人家，不给他表现的机会？是啊，让我很，我看到他，我肚子就饿。那你像那个餐厅那个，你那个围兜兜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忽然觉得他有点像我儿子带着围兜兜爸爸吃饭。全的 Vivo 一千一的 part 可以结束了吗？怎样？你这影片到底有多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想要讲一大堆废话，让他很难。多喜欢公升级，他讲那个六六零讲一下下就结束了。讲六六零有什么好讲的？我们的鼓励与支持是我们创作者的原动力。我觉得他没有讲对，他我们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持续制作有趣影片的原动力。拜拜，拜播对。Yeah. 我抢到工作了，真的吗？要寄发票过来是不是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干嘛、啊？我们今天又试了一台公升级，不能依依不舍一下吗？他都写这么久吗？送啊！我就一直乱讲、啊。你讲过了，有吗？你忘记讲过对不对？年纪大了，年纪大真的会这样哎、欸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就是那个档位指示？就是因为有一些老骑士他已经，我现在都有几档，他想不起来。现在也过期到年轻人，真的、哦。嗯。全彩荧幕也是啊，我也怕老外也看不清楚，把它剪掉就好了。啊啊！